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我是军战车业的小龙。那今天很高兴可以为大家，也算开箱这台2016年的 Ranger， 它有非常帅气的车头，有点类似我们马丁车头的设计，就是它新世代的设计都长这样。那一样有我们的欧洲化的日行灯，那原厂的铝圈，它是搭配18寸的铝圈， 3.2 柴油的手字牌，那也让我们的后照镜的方向灯、警示灯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全车主有那个加装拖车钩，然后还有超大的后车厢，非常适合现在流行的露营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多功能方向盘，那左边有定速的功能，右边就是我们的电话跟多媒体的控制音量。那我们这台车的里程数是跑10万公里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后照镜收折键。控制键，然后我们有四轮传动的控制，手刹车。好，现在可以到我们引擎室里面，它原厂是搭配它的五缸的柴油引擎，那它3200cc 的涡轮，那输出的马力有200匹，所以它不管上山下海都非常的够用。那同样有我们的夜驶认证封条，代表这台车也是认证车。好，那谢谢大家，看我今天介绍这台 Ranger。那这台车是2016年的 Ranger， 然后它是双厢式，所以新车价是143万，那我们现在军战车业特价是928000，你就能带它回家了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我介绍的 Ranger。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 SUM 的影片呢，也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